冲嘴，我直接转晒身，转头吓，啲同事嘅感觉，一转埋冲嘴，你会转咗之后再冲，你试下一转就顺个手出去，去咗，影到你个脚板。好，用法手正身马，嗱，冲，转冲呢边，法手正身落一落马，啊，转一转，啊，一转马就法手，你会收咗手先转马，法手嘅时候正身马，正身正面。正身啊，再嚟发啊，冲锤，冲，嗱，发手正身嘛，慢啲。然後做呢、這個完全轉等口，好似前後轉，完全唔使發手啦，完全轉左對，45°，45°，45°就是、轉身側身。就正身兩錘，正身收正身連續衝錘，慢好，然後收啦，收個吸。